那个时候来的时候，这边是已经废，就算废墟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说要拆掉，直接新建。负责吧台，对，我负责吧台。妈妈，妈妈负责厨房。然后六月初就开始动工，到现在，所以是2010年吗？2010对，2010年6月初。六月初，对。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，你们是第几家？因为我看这边大概我们是第三家，第三家。对，还有旁边，还有房子旁边一大草原，我喜欢这种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你现有的房子，然后配上这个环境，那这个风格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风格？这个是属于欧风，因为我们六月初动工嘛，然后八月二十八号开幕三个礼拜，又遇到919台风，哦，我们就有淹水。屋里屋外都淹水，超过1米多，没有缴租金。每个月算是这样，每个月交给县政府，不是交给那个糖厂。哦，糖厂。那、还有协助我们那个旁边这些花都是他们种的。有啊。什么困难？比如说，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外面都是杂草，跟人一样高了，然后没有路灯。那个路也没有铺，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。对，我花了，我从动工到现在，花了将近130。这里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自己做。哦，这样子。你种的吗？对，那个是我种的。对，还有旁边的一些花啊、草草都是我们自己种的。都自己种的。嗯。而且好像公公也在帮忙经营。对。嗯。公公几岁了？75岁。75岁。我有三个孩子。对。老大跟老幺在当兵，是。那老二目前跟我跟他在这里工作。的话，你先生是非常赞成。对，我们等于是，我们可以说是一家族在经营。希望我这里能带给高雄市民或是外县市的市民，他们有休闲的地方。这里真的很好，里没有路灯，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到7点。到七点。我希望糖厂或是县政府能帮助我们把这个路灯还有旁边的水沟做好。我们的餐是现煮的，特别去学，没有，有特别学。我们还请老师来过来帮我们教我们。有好有坏吧。好在哪？它对这边就是带来一些商机。坏的话就是可能它不像是以前那种感觉了。对，